我们今天不是有说，我们只为最重要的事情到场，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不是要捡石头，是我们要看林嘉欣。哦，我误会了，原来这件事还没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一个啊。我对啊，我一直没有讲出后半句。哦，了解。Sorry. 是 ，sorry， 来麦克风，你不走哎、欸，不是送完红毯就可以休息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满足一下，满足一下，验证一下，你们心目中的女神哦，终于可以同台了。之前都在跟石头私底下在讨论哦，今天呢排除万难啊、有人从上海赶回来啊，什么一定要参加这个记者会。